家庆军第七集。古早屏东是阿狗，高雄古名是打狗，台南古都请看楼，永康叫做迄波姜头。好古名是点仔口，北斗土名是宝斗，人讲台西是海口，清水叫做牛码头。新竹以前是竹站，嘉义古名是朱罗山，龙田叫做番仔田，阿公店是叫做公山。竹山的汉字讲上界站，鹿港出来是名山，满头好食是笨蛋，人讲宝岛是台湾。清朝皇帝嘉庆君登基了后，太后娘娘看到嘉庆不时甲诸葛亮啊同出同入，恐惊误了国事，太后娘娘则命令王德禄叫诸葛亮啊爱离开京城，随时倒转去台湾。诸葛亮啊惜本分，知影自己唔捌字，放弃一品顺安的官位，甘愿去卖菜为生。嘉庆君日夜思念着诸葛亮啊，所以才命令王德禄探查诸葛亮的消息。秦王德禄叩见皇上。平心。谢皇上。王德禄，你身在？听命你打听诸葛亮的消息，到底事体如何？启奏皇上，微臣有派真济人四处伫咧追查，虽然唔知影讲即马诸葛亮的人伫咧啥物所在。也毋过，微臣知影讲，伊即马伫咧卖菜。什么？伊伫咧卖菜？是。哎呀，这个诸葛亮啊，实在真害！东东是一片的孙案，竟然官唔做，伫咧卖菜啊！客禀皇上，臣了解诸葛亮啊，伊可能是想讲，伊无读册，唔捌字，所以对着做官较无兴趣。伊想讲要过自由的生活，才去卖菜的款。哈，诸葛亮啊，这个人实在想过头调的，这么久无甲伊见面。也不知道现在生活过了什么款，真是十分的思念伊。王德禄，你现在，我想讲要离厝出游台湾，命你保家，你想如何？客禀皇上，这微臣不敢，假使讲若是叫武侯知影，微臣担当不起啊。武侯，自从你做太保了后，常常用武侯的势力要来压我。这微臣不敢。你若不敢吃，王德禄听旨，查。准备打扮百姓，密游台湾。太后驾到！臣弟叩见武侯吉祥。微臣叩见武侯吉祥。平心谢武侯。皇帝，武侯，你即马是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后花园啊。后花园？是啊。啊，到遮落啊，后花园啊，你是要搁去倒？对啦，我要来三江六院。三江六院哦。哈。哎呦，啊，三江六院是按倒手边去，啊，你若按正手边来。这都。皇上，拄则你甲王德禄所讲的话，武侯拢有听到。你是一国之君。你唔通安尼常常要避祸出巡，无效啊！现在是太平年间啊！哎呀，太平年间是无唔对啊，但是你无听伫咧讲，人讲国不能一日无主啊！无效啊！这你哪着操心呢？非得国家的代志有军机处啦，还是八大旗，因遐拢嘛会办？切！你若迄种国家的代志，交遐官员去办呢？要无我饲遐尔济雕神，是要创啥物？皇帝。武侯了解你的心理，你因为在将来真寂寞，武侯也有替你打算的咧。哈，来，你甲看，这吼拢是八大机主的千金，你甲看卖啊，这么多，你去选一个，选一个去做嫔妃哈。武侯啊，你要叫我选嫔妃？是啊，你不是无伴，选一个起来，人讲红丝你啊。这个袂歹，你甲看，
这个哦，母瑶看得足介意的。什么啊？这个你看得足介意的哦？是啊。但这个败家呢，都比你狄国良的介绍迄人家都搁较歹嘞。凤仪啊，是啥物有做人家的啊？是啊，人家的母瑶你听无哦？我听无啊。哦，你有够怂的你。啊，是啥物有做怂啊？啊，含怂是啥的你都唔知哦。哦。哎，凤仪啊。啊！自从你安尼去台湾去佚佗一遍，转来啊，甲猪哥俩啊，乌乌啊，讲遐话，旅游拢唔捌听过哦。王德禄啊，你现在啊，拄只皇上伫咧讲什么什么人家的啦，啊，什么怂啦，迄是什么意思哈、啊？这客巢不休，这迷信嘛唔知影、啊。这我看哦，啊、这都要叫猪哥俩来解释看知影无？哎，好啦好啦，不管是什么怂，什么人家的啦。惠弟吼，今仔日母后爱你安尼选一个嫔妃都无唔对啊啦！母后啊，我有搁少岁，而且我以国事为重，也无想要娶某。你先告退。皇兄啊，皇兄啊！哎，为虾奈变甲安尼啦？王德禄，走。本后呢，了解皇兄的心理，伊一定安尼想要去台湾佚佗，我恐惊伊会搁偷偷出宫。王德禄，走。本后命令你监视皇兄。卡斯若出什么差错，以国法论罪。走。卖菜娘啊罗，透早出门做生理，唔惊酸风冷叽叽，看到青菜香菜市啊，伊滴起。为着要赶早起，唔通耽食过延迟。紧来走啊，紧来去，目一个呢，搁看一个见，已经来到菜市啊边。嘿，迄道真佳哉，隔壁拢也袂人来拜。我就紧来开市嘛，才应该。哦，进门的恁家是这死人面？你靠呀，什么我家的死人？哦，啊，无奈这老家惊死人，还是在挂香？哎呦，唔是啦。啊，无你啥？算唔知讲哦，就是阮老爷，就是即种个官老爷的嫂子，今仔日若要抛绣球招亲。哦，官老爷的查某囝，伫咧抛气球哦，啊是对着先生问，啊有疑难杂症免问面。哦，啥物咧？你当作阮小姐是当机啦？啊，无奈咧抛气球。啥物抛气球？抛绣球。抛绣球啊？啥物会学做抛绣球啊？我你来只推连抛绣球，你都唔知？我知啊。你知？嘿啊，唔捌啦。我讲我你听。好，我听。抛绣球哦，就是阮小姐吼、哦、要嫁翁啦。好、哦。啊，揢一个绣球啊，啊，揢落人捡啊、哦。啊，若是捡到迄个人，就是阮小姐的翁，也就是我的姑爷，叫做抛绣球招亲，你捌唔捌？哦，选翁就对啦。啊，小姐是水啊，歹啊。哎呀，阮小姐水啊，歹通。正大家嘛知，我水哦。啊水哪会在抛绣球啦、啊？哎呦，啊这都真系风俗啦。好安尼哦。哟、哦，啊你要来招亲的是？我唔是啊，我要来抛绣球的啦。你要来新绣球啦？哦、你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要来新的，要来新的啊。啊你内行的啦。系啊系啊。这若接到阮小姐绣球的人哦，偌好嘞呢？嘿。不但阮小姐足水啊，安尼嫁过哦，佮嫁偌济嫁妆的呢？都佮嫁嫁妆了。嘿咯。嫁啥物货？嫁啥物你唔知哦？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号那栋。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号那栋。嘿咯。哦，有够大，六十三号，敢是国宾大饭店？嘿啦，那栋在阮老爷的啦。真正哦。安咯。哦，安尼我要来寻。啊，佫有哦。吼、哦。不但是安尼哦，佫嫁一台美英的老母。哎呦，恁小姐袂啦，嫁老母来是要来创会啊。嫁老母，我佮嫁阿妈嘞。嫁阿妈，我还佮无爱。唔是啦。哎呦 ，BNW 你知唔知？做美英爱老母，迄是一台车的名。哦，算
伸着球，带着某，佮兼驾一台自家用的车通驶就对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人带着佮兼驶车哦。迄啰迄啰。哦，安尼会驶死哦。对。安尼我要来带，我要来寻。嘿。啊，你捌我无？你啥物人？哎，我啥物人？你唔知？我唔知。哈、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好、哦。我姓吴，叫吴家山。好、哦。吴家山等于八。好、哦。啊，我伫阮厝内是排第三。哦，安尼三八啦。你靠呀！啥物三八？啊，无你讲你吴家山等于八，啊第三不是三八，迄得爱分开想，袂使做就要想啦。好安尼哦。嗯，我甲你讲哦。好。你若要接手球，都爱知影阮的条件足济哦。啥物条件？你今嘛若接手球接到吼，不但连阮小姐带去哦，连我这个干煞爱带过哦。哦。啊，那有心哦。你靠腰啊，啥物有心？啊，带小姐，啊，得搁带你哦。嗨喽，这是条件。你这路行的，哦，我这路行的，你是要跟我嫌啥？我这路行的，有那是替我边啊上上球呢。哎呦，你唔当做我老啊？无好啦，我哪有嫁嫁妆呢？你嫁啥物货？啥物我嫁啥物？阮小姐嫁 BNW 的哦，嗯、我嫁一台迄免税的清气的因大兄。免税的清气的因大兄，嗯，哎，啥物货？免路的。哦，免路的啦，免路啊，什么免洗就清气的，因大兄，安尼不是免路，哦，安尼安袂歹啊，袂歹啊，袂歹，安尼要食条啊，好，我知我知，哎，我小姐啦，我小姐啦，小姐小姐，来来来来，徛这边，哦，水水水，水喏，看我就知啊呐，哦，伊你医生的面，靠呀，所以我医生，啊，无当然看你就知，啊，煞袂晓讲，阮两个真虽然到人家大，那面拢蛮小因，哦，安尼定定翕相就对啦，对啦对啦，哎，小姐。想我清楚哦，你唔通想像迄落瓜子摆脚过来迄款哦，迄款伊若过日就搁个爱鬼去哦。小姐，来来，咱开始来抛绣球，你瞧我势，想我清楚，你看迄落体格安尼较好迄款哦，是讲较好，你唔通想大口白呢，那大口白哦，像石像迄，你煞叫地死哦。嘿啊嘿啊，对啊对啊，来小姐，哎，先开始啊，讲，哎，注意翁子公孙啊，你大家瞧我势啊，为小姐要开始抛绣球啊，小姐。神着啊！你神着，哎呦，面前都是高爷哦。啥物哦？这高爷，高爷是高家的人呢。哎呦，不是啦，高爷就是阮小姐的阿，我爱叫高爷。好安尼哦。嘿啦，啊，高爷你唔通袂记哦，袂记啊？条件讲好势哦。讲安怎？哎，啊，讲安尼袂记的。我爱娶你哦。安喏，连我这个干煞嫁过啊。好好好好。我甲阮小姐讲不完嘞。嘿，我甲阮小姐讲哦。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哦，拢可以啦。哦，我干那礼拜就好啦。好的，礼拜。哎呀，看你这个体格哦，你干那礼拜我吴家山这关你都排过呀啦。要紧，我有只海狗在等。哦，啊你好啦好啦，啊你点只等咯。好好。小等下，阮老爷就是关老爷要出来哦。好。关老爷足大哦。好好。伊就是你的丈人吧？好好。你若看到伊，爱甲跪咧拜哦，啊你知无？好安尼哦。我来叫阮老爷哦。好好好。小等下，啊老爷。球是叫你寻到的啦，我唔是寻到的，一概等了我的菜篮，我捡到的啊！啊，你唔到，阮高丈人爸，什么的高丈人爸？啊，就点，伊讲寻到球就变高爷嘛！啊，你阮丈人爸，安尼唔是高丈人爸，安尼未歹呢。阿伯啊，我含恁查囡仔结婚哦，阿伯若生囝哦，变你的高孙呢，啊变我的高囝呢，啊你变伊的高阿公呢？啊你高阿公哦。那无友好哦，做高孙阿伯啊，你会变高坤呢？啥个高坤的高囝？安尼对啊。我问你，好，你是何方的人士？我不认识。我是问讲你是什么所在人啊？哦，我住伫左营。哦，左营啊，无高雄遐啦。嘿嘿嘿嘿。啊，你是伫做啥物事业啊？哦，我的事业做有够大。啊，你到底是伫做啥物头路呢？哦，我做这個，我做董事长兼总经理兼总务啊！哦，你做总经理、董事长兼总务哦？系啊系啊！哎，我来讲，阮查囝眼光绝对袂去看唔到，系啊，伊哦将来一定足幸福的。对啊对啊！
你是咧开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啊？哦，我公司有够大，几片的啊，拢无为你吧？哦，我唔是炒蛋啊，啊，都各类菜啦，吼，菜头啦，芹菜啦，韭菜啦，啊，就即马甲种落，种落，迄土地拢家己的，拢无人咧来收租的啦。啊，迄有做家己董事长啦。哦。啊，等后这菜若大长吼，我才总来挂起來。安尼我合作总经理啦，啊挂了我才总摕出去卖，安尼合作总务啦。家己种落去，安尼就是董事长。系啊，啊修行起来，安尼就是总经理。系啊，这家己搁摕去卖，啊韭菜、高丽菜。系啊，不啊你是咧卖菜是无？卖菜就点卖，伊当作我咧卖罐头。切。我跟你讲哦，吼，我当当就是一个官老爷哦。我知啊，你无资格人娶我的查囝。我唔是要用娶啊，伊球欠落来，我要用招的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吼，你手内迄个球是假。假？你哪会知影假？这真的有写假，吼，这假有写假，你迄粒是假。我别讲，我无写，我看无。哎，信无是我做，你当然看无。你若唔相信，你摕过来给我看卖啊咧！好，你看卖啊，看真呀假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安尼真诶吼？你这粒是假？你哪会知？有一旦被我骗过手啊！吼、哦！你即卖已经无证据啊！你要甲我骗你诶哦！你千万别，你甲我老实出去。嗯。安尼啦，我300两银给你。嗯。给你去做生意。我？你以后就免去卖菜啊！哈、哦！我不爱。我不爱钱啊！我要娶某，我要使面拿不留咸菜面露的，你救醒我！放！我不爱放！放！不爱放！叫你放，你不要听信！我人放了啊！我无物件能放啊！哎呦！你做官老爷，你怕我？怕你？站你头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我站死我！马上搞离开这个所在！啊，那无我叫人活活把你打死！你这个官老爷，你无良心啦！啊，无良心的人，好心的做官，歹心的做官，两行拢做官。你真是无人性的官官，欺骗中有公东公西来骗我，将着手就骗回去。啊，你是一个无天良的人，将我打甲上吃重，想着实在真不愿。我来想着讲，这个官老爷，我愈想愈激啊！阿刚甲我争啊，阿刚甲我斩，煞来去对我的耳朵绣球都甲我抢去啊！吼、哦，官真是这大，哎，讲到官大，哎，官老爷，啊，我诸葛亮啊是一品顺安呢，啊，我着比伊较大，啊，夭寿，我哪会袂记你甲讲啊？哦好，啊，这声你该死啊！恁爸去来甲你报一个啊，残的啊，冤，喂！暗军大人到！啊，暗军大人到！赶紧，来人啊！哦，开中门迎接！暗军大人，下官唔知大人驾到，有失欢迎。请大人恕罪。官老爷，你举头起来看我，什么人？下官不敢。举起来。是。嘿，惊着啊？别睬你嘞哈！别睬你，惊着啊？嘿，你是来真好大胆嘞！嘿，你也敢冒充暗军大人啊？哎，官老爷，你讲的什么话呀？你讲我冒充暗军大人，我何做诸葛亮啊？我正正一品顺安，你知唔知？你讲你是一品顺啊？对，我是官老爷，我有官老爷的官印。你既然讲你是一品顺啊，那你是不是有印？哈哈，你粒印啊足大粒，内面咧包红糖的不计得。我这粒细粒的，规壳啊，我经这粒上细粒的，我就是这哎哎啊我哎啊我粒印啊走对呀。
哎呀，我伊那无伊啊，哎呀，别猜，你实在真好大胆。不过伊那无伊啊，你既然敢冒充一品顺案，这是犯着欺君的大罪。哇、哦、呀、哎、呀！来人啦、啊！哦，将伊押起来，拖出去外面斩头。唔通斩，唔通斩，你姑娘阿命你斩的，唔通斩。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你呀、啊。不哟，王德禄，你哪在这？凤梨呀，安尼不哟，安尼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讲安尼选一个嫔妃来遮奉侍你，你都唔啦？你看连困中道哦，安尼都咧喊民啦。哎呀，不哟啊，我都唔是咧民望嫔妃的代志啊。啊，无你是安怎心啦？我，哎，我是上过头无聊的，才会安尼乌白忙啊。无聊哦。啊！他将来才能看到，看你要去倒去佚佗嘛会用的，哪会无聊？将来的所在，当我自细汉踮遮大汉的，倒位我无佚佗过。唉，这将来也无什么地下舞厅、卡拉 OK 通我佚佗啊。好厉害！是甚物叫做地下舞厅？甚物甚物卡拉 OK 啊？地下舞厅就是会当跳迄个迪斯科的啊。是甚物叫做迪斯科啊？什么含迪斯科你都听无？哎，王德禄啊！今嘛皇上在讲什么什么？那地术课那是啥？地术课过就是吼，这第五课啦。啊，那第五课啦过咧。第五课过吼，大概是下课啦。哦，安尼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听有啊啦，凤梨啊，哎，都讲我做地术课啦过就变第五课啦，啊，第五课啦过就下课啊。啊，有什么的下课？唔是啦，你唔知啦。哎呦，凤梨啊。啊！自从咱你去台湾转来了后，啊，学学这个话啦，啊，什么进前几工啊，后迄个什么忍者道啦，啊，后迄个什么咧，怂啦，啊，什么咧地字课啦，啊，什么地下舞厅，哦，你讲这个话吼，舞友拢听无啦，连我呢哦去问遐个雕神哦，大家嘛拢听无。啊，听无就诸葛亮阿讲的，互暗讲去啊。什么互暗讲去啊？啊，暗讲就是听无啦。哦，暗讲就是听无哦。哎，不休啊！啊，等你坐这尼啊久啊，你敢袂忝？你若唔回宫去休息啊？哎呦，凤仪啊，哎，记得较早不休来来看你，你是足欢喜的。啊，今嘛是安怎呢？敢那我若来就一直要赶我走去行的安尼？唔是这个意思啦，不休啊！我是讲你年纪遐尼啊多啊，恐惊你伤过头操劳。不要啊，对啦，前摆你有讲选嫔妃的代志，但你带来遐查某囡仔无甲一个水的，敢变有较水的？哈，凤梨啊，啊，你的意思，你即马是已经想要选嫔妃啊，就对啦。是啦。哦，啊，你是咧嫌讲以前遐查某囡仔拢无水，就对啦。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你若既然讲有要想要选吼，安尼即时不休回宫哦，来去命令你的五府六部，紧来去选尽了这个天下的美女，啊来遮吼你敬吼。多谢不休。啊，安尼不休即时回宫吼。奉上不休。哦，对咯，你敢知我拄只民望什么？皇兄，你是民望什么？我民望诸葛亮要用斩头。啊，诸葛亮啊？是。皇兄啊，这边哪有可能？诸葛亮是一品的顺案，官做遐尼大条，免哪有人敢要斩伊。也毋过伊甘愿弃官，伫咧卖菜，所以我望这个梦感觉真奇怪。甘会是吉凶味道成有条？所以我想讲要来去台湾家看卖。启禀皇兄，这千万不可。假使讲武侯若是知影，尤其是武侯甲我交代，讲皇兄若是出京，伊要以国法严办呢。我也是堂堂皇兄，武侯若是甲你严办，我会写你免死呀！王德禄听令，查！即时准备秘号出游台湾，查！小船行一行两名，打扮白身离开京城。惊不休，若是知影，三步两步行，一路上半山过岭，大风大雨我唔惊。到厝内坐着
探听。师姐，你是走到这个海边，要从这啦？嘉善，我是要来自杀。啊，小姐，你是安怎要自杀？我已经将绣球抛给那个人，现在不但无法度嫁伊，而且因为着我，性命都将要无去啊！代志变到安尼，我搁活在这世间，哪有什么路用？归去，我即马就来死死好了。哎呦，莫啦，小姐，你卖给我去，你卖给我去。哎呦，小姐，唔当啦，救命！救命！爹侬，有人在咧画白面呢。今日我不多了，今日买一碗来我吃。好，我来甲门口买。小姐，这小姐，恁是咧卖什么面啊？我知你要好高嘞。我要自杀啦！咧卖米。你自杀啦！咧话讲米哦，米哦。哎呦，我讲英语你听无 ？Help me！ 你是讲英语哦？难了。爹侬啊，怎样啦？迄两个小姐不是咧卖米的啦，要自杀啦。什么？要自杀咯？是啊。王德禄啊，我伫惊城的时阵，民房迄个房果然无差无错，皆香味道成油条。我民房讲，伫高粱啊要互人抬，即马见面来到台湾，就撞着人要死啊啦。这两位小姐，恁是安怎样那要自杀？哎呦，啊，怎知哦？一个在阮小姐啦，我着伊个干啦。啊，阮这个所在有一个风俗啦，着爱抛绣球招亲啦。阮小姐哦，怎知捡起迄条绣球哦，去用一个卖菜的捡到啦。阮老爷哦，伊都唔答应，挂人无去，讲伊是咧卖菜的啦。啊，佮迄个人安尼拍到要死哦，怎物要佮佮掠去抬哦？啊！佮共迄个秀女共骗倒转来，阮小姐一个伤心，唔知要自杀。什么啊？有这款代志？这实在是真可恶啊！呀，恁老爷是甚物人？阮老爷足大呢，阮老爷足官老爷呢。官老爷，可恶啊！清廷竟然有出这款高官。啊，有影，这两位小姐，咱来借问嘞吼。呀，你讲迄个白菜，迄个白菜叫做甚物名？啊，生做甚物款？白菜哦。伊都留一粒头哦，敢那西东阿怪啊！一个名哦，叫做什么名？什么两？哦，两个地啦！两个？是不是叫做地沟梁啊？啊，对啦！两公道边，你可要有？啊，要哪呢？这么地沟梁的人呢？人哦，本来哦，阮老爷哦是要随甲抬死啦，啊，阮小姐哦甲求情啦，阮老爷哦唔只暂时留伊个性命，不过明仔载哦，伊就要甲抬往死啊呢。真是有这款代志。啊，对啦，这位小姐，我请借问，你既然绣球抛对方，那呢，你是不是有真心伫咧爱？俗语人咧讲，家家对家背，家狗对狗走，就算做家有乞食。我嘛愿意替伊排家己道。对啦，我嘛是愿意来排阮道。果然是一位真明理的小姐，那恁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替恁解决。你卖点么臭屁啦！安怎讲？你着安尼斯文甲讲话遐大声啊！阮老爷足大呢，官老爷呢？官老爷，你着感觉真大。安喏。我甲你讲，那阮公主比恁老爷搁较大。哎呦！卖臭屁个安尼啦！那恁公主迄落型的，我看嘛知，但伊是偌大，那边关刀，阮老爷都该翕死啊！好，别讲啊这，你带阮来去，到时阵你就知影什么人较大。好啦，你若敢要去送死哦，爱死免惊，无鬼人做啦，随我来 ，Come on， let's go！ 升堂，大大刁民。李国良，呦，你是一个小小的卖菜人，伊啊遐尼好大胆，既然敢冒充一片顺安大人，你知罪吗？官老爷，我绝对无骗你啦，我真的一片顺安啦。哦，你到这个时阵还去讲你是假的？对啊。那你讲起来，本官无假。你假哦，还收你也不讲，无我唔知你假。我真正，我无骗你啊！我若骗你哦，烦恼也恁倒死人啊！对，阮倒死人。是啊，你讲阮倒死人，唔对呀，阮倒死人啊！我唔对，恁倒才死人啊！对啊，阮倒无半个通死啊，剩我一个尔，啊，唔死你，无要死上啊！乱来！不是，死我啦！李国良，
你安尼好大胆，敢冒充一品孙安大人？伊安尼是犯着欺君的大罪。伊到底是要招啊？唔招？要招啥物货？招是分几个种啦。那普通开招是六号啦，啊，那是开招本哦，是八号啦。啥？你当作本官咧，甲你跋筊是无啊？啊，无你要开招啥物货，我也知。我是讲叫你招口经啊。啊，招我着真正。孙烂大人，我要安怎招啊？你若是唔招，本官马上要判你死刑。你若是招者，我定着本官会当处理免死。我若招，我就无代志安尼哦。无唔着，安尼好，安尼我招啦。我孙烂大人，我假啦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无代志啊吼。既然你已经口经已经招落去，来人啊！哦。马上将诸葛亮啊拖出去斩首示众。这三八查某，文官即马是伫咧办案，你是来这个公堂是咧创啥物？无啦，老爷，我是哦，甲你叫你稍等下啦，有两个比你较大的人哦，要来找你呢。啥物啊？也有人比我佫较大？文官是地方的官老爷咧，伫这个所在我上大，也有甚物人比我较大？就是我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公公主，你就跟他比划你两个像多，给他比给他比。你两个是什么东西比我较大？什么话嘛比你较大？你可怜你，阿朱丁啊，面前红。哎哎哎，可怜啊，你今麦是要讲你红白的？啊对对对，我唔是干那红白的，我兼红形兼红木啊。高粱啊，你乃变成这款的模样，这无大无小，心里在讲个什么绣球，迄不是啦，迄刺球、肉球啦。请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替你解决。哦，你要替伊解决？原来恁是感动啊！李高粱啊，是伫咧卖菜，啊，看起来你较斯文，你可能是伫咧卖水果。啊，你这个看起来较粗犷，我看一定是咧卖地吧。我咧卖猪肉，我敢咧卖牛肉咧，卖猪肉。对啦，我咧卖礼物啦。文官，你身为朝廷的文官，竟然欺贫重富，你的查某囝绣球已经抛出，你竟然唔承认这件婚事，你该当何罪？你讲文官欺贫重富，你到底有啥物证据？爱证据无为难。有证据就是我。三八查某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有影比阮老爷较大无啦？当然是较大啊！你唔通害我呢？我偏来害你啦！无我若讲出来，你用另一台呢？你放心，你要行无头路啦！来药夫，来药夫，无阿良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来药夫，这个三八在讲日本话啦，这可能较早咧按阿本来款啦。嗯，来药夫日本话啊，台湾的这无拖只句啦。你咧靠腰啊，这无拖只句。来药夫是讲不要紧无啦？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这当然是不要紧啦。罗来药夫 ，OK， 啊就安尼啦。啊，尚仔哦，每小只抛绣球啦，啊，给迄个啦，给迄个西窗啊挂迄个扣着啦。啊，伊扣着，阮老爷看无起啦，讲伊咧卖菜啦，伊都唔答应啦。啊，就爱甲拐哦，甲拐哦，甲骗我迄个绣球假，甲拐倒转来哦。哦，啊，就抓来就要甲打呀。乖乖，证据充分，你还阁有啥物话同我讲？伊是本官的使用人，平常时就是安尼三三八八，伊咧讲的话袂准算的。恁两个到底是虾米人？竟然敢来管本官的代志？你爱知影阮虾米人？我就是太保王德禄。虾米？你是王德禄？对。那呢？伊是虾米人？伊就是当今的皇上嘉庆君。啊！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。哎呦，老爷，你讲到你偌大咧，我从来咧看看拄啊你上衰，你个人来画下你就贵咧。后摆你莫讲你大啦，你讲你酒醉个啦。我记，安怎？迄个西窗啊大，甲你遐死去咧啥人？哦，伊是东东一品顺安。哈？哦，免路诶。嘿啊！我按骨大人啊！我真，你真是
是按军大人哦，啊，无是啥物货？下官参见按军大人。免啦，我假啦。卖啦，你食的啦。我假啦。我假啦。大胆官官。是。食军红路，当报军恩，你竟然踮地皇上欺压百姓，罪不能赦。来人啊！走。啊，出去斩首。走。慢请。林禄参见皇上。起来。谢皇上。林禄愿意替爹受刑。什么？恁老爸这款来对待你，你愿意替受刑？果然是一个好女。官官，你有看到？你的查某囝这么友好，你做老爸人的见笑啊不？老臣该死，老臣该死。那呢？这件婚事，你到底有同意啊？不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我咋没得同意啊？不是敢那同意就会使安尼？啊，佫有条件呢？什么条件？阮老爷有讲啊，讲阮小姐哦，若要嫁人的时阵哦，伊要嫁中山北路迄栋啊。三八嘞，我伫当时讲要嫁中山北路迄栋啊。啊，老爷，你来这讲白头话啊 ？OK OK， 我你该讲得。到底是有话无话？啊，佫有啊，啊佫有啊，你佫有讲要嫁迄个美英爱老母甲免女的啊？我伫当时答应讲美英老母甲变做的啦。啊，你来安尼 OK 的。好哩，是有嫁无嫁？有嫁有嫁。啊，搁有啊！你今麦要嫁两台车，你来考两张执照来给阮哦。我家己一个人，我是要来去考两张驾驶执照啦。也考啊！哎呦，无法度啦！啊，你哪里啊 ？OK 诶。有法度啊，无法度。有法度，有法度，也考，也考。官。其实你会当招阿亮啊，这个竞赛，这是你三生有幸。伊不但讲做官清廉，而且即马甘愿官唔做卖菜为生，这是你前世修来福分，才会当招伊做竞赛。是，对啦，这个变门人，就让我来做，你想怎样？感谢皇上。阿亮啊，你有欢喜无？诸葛亮啊嘞？谢谢皇上，诸葛亮已经走去啊。好，我知影。诸葛亮一定是故意要闪避，唔甲咱见面呐！哈，诸葛亮啊，走去啊，哪里我唔真是免路啊！王德禄，走，赶紧追赶诸葛亮啊！走，诸葛亮啊！斗南古早他里母，好卖旧时是五更厝，人讲玉井是打八年。有风就是阿达布，皇天不如苦心人，皇帝嘉庆君甲王德禄二次出游，来到台湾的头一卡步，所求的人是诸葛亮啊，抛绣球关女爷的千金。嘉庆君为要周转着诸葛亮的亲属，谁知影诸葛亮啊？已经偷走离开着嘉庆君了，为何诸葛亮啊，故意要来相骗嘉庆君？原因何在？结果如何？敬请期待。诸葛亮啊，以嘉庆君第八集。到南古早他里母，好卖旧时是五更厝，人讲玉井是打八年。风就是阿达布，民间有名是南麻庄，竹长古早是路竹长，田中土名田中黄，家里故事是小人庄，泸州妈祖上盖新，君心五王上盖灵。目沙仙公最文明，台湾四季好光景，台湾四季好光景。